们这些人如何看到卢先生的分身？告诉你一个现象，他们平时在工作的时候不会感觉到我在那里，但是他只要精神集中，只要精神集中，然后念卢师尊的心咒，意念当中想卢师尊的形象，哎，马上就到。马上就到。你平时不注意，不去注意这个分身不分身的问题，你做你平时的工作，像狮头，英国的狮头啊，大家都认识吧啊，他平时是中医师，在诊所帮人家看诊，但是他在看诊的时候精神集中，他没有感觉到，但是只要他一念头一想到卢师尊，口中念着啊，嗡咕噜天声悉地吽，很快的就出现，就是这个现象。还有很多我要问他很多，问维摩诘很多关于分身的事情。